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参与《营养实务》之第二讲。从第一讲所谈到的，王小明已经顺利的进入心目中的银行服务。为了了解银行经营的全貌，所以王小明选择了分行为银行职涯的开始点。然而，刚到分行的时候，他看到了银行柜台的同事从早上九点开门营运之后就开始相当的忙碌。不仅如此，下午三点半结束后，也一直忙到下班。他非常的好奇地想知道同事整天所办理的业务有哪些呢？从课里开始，本讲主要是谈到了银行的存款业务，课程的重点包括了存款概述、出纳业务及国内汇兑与电子银行。先介绍存款概述，存款的种类，银行的营运资金除了自有资本及向外借款外，最大的来源就是存户的存款。所谓的存款就是银行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收受款项及吸收资金，并约定返还本金或给付相当或高于本金的行为。银行的存款量之大小、性质对营运的灵活和利润创造有深切的影响。依银行法规定，存款分为三种，有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而依银行业的实务上面则区分为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还有定期储蓄存款、综合存款、可转让定存单以及同业存款。之说明如下：支票存款依约定，凭存款人签发的支票或利用自动化的设备委托支付，随时提取，不计利息之存款。活期存款就是存款人凭存折或预定的方式随时提取之存款。活期储蓄存款定义与活期存款相同，其主要的差异就是只限于自然人或是非营利事业的法人、使人开户的对象。一般而言，为了鼓励存户储蓄资金，其实利率条件会略高于活期存款的挂牌利率。那定期存款呢，主要是存款与银行约定一定时的时间内期满后，可以凭存单或依约定的方式提取之存款。新台币的定期存款至少要一个月以上，最长三年，也可以指定到期日，其到期前不得以提取。若必要的时候，存款可以直接或办理中途解约，只是利息呢会视情形而折减，一般来说大概约八成左右。那定期储蓄存款，其主要是指自然人或非营利法人为储蓄资金之目的所办的定期存款。依存款及提领的方式，可分为本金一次提领，且按月复利计息，或到期本息一次之提领之整存整付，或按月定存定额存入，按月复利之计息的零存整付，以及本金一次存入，按月领取利息之存本取息等。再来就是综合存款，系指活期、定存和存单直接三种项目纳入于一本的存折类来处理的业务。存款人可以凭存折或依约定的方式随时提取或直接之存款。那可转让定期存单就是一种货币的工具，由银行承诺于指定到期日按票载的利率条件付予定期存户之本息，并可以自由的转让之存款的凭证。存单的面额以新台币10万元为单位，并按照倍数发行。发行期间最短是一个月，那最长呢不能超过一年，采固定利率单利计息，到期本息一次领取。这刚刚谈到就是可转让定存单是以单利计算，那其他的存款来说，大部分都是以复利计算，这一点相当的不同。可以转让定期存单的特色，可以采取记名或无记名，可申请担保放款或其他担保之用，可以办理直接，可以中途转让，但记得不可以中途解约，利息收入采分离课税。那目前来说是10%，那申报所得税时不用并入个人综合所得和营利事业所得，所以对于高收入的人来说，其实可转让定期存单是一个相当好的理财工具，因为它的课税只有10%。再来就是同业的存款，
系指银行同业间因资金的调拨及便利网互相往来而存入或代为收付之款项。再来就是存款开户，存款开户可以分为自然人及法人。在自然人的部分呢，又可以再分为本国人跟外国人。国内银行为避免人头户的产生和防止不法的洗钱，所以金融机构对受理开户，包括个人还有非个人的部分，应实施双重的身份证明的查核和留存身份证明文件，并且应该要亲自到银行办理。那本国人的开户完全行为人力人可以凭身份证明文件直接开户，那限制行为人力人因为其应该有法定代理人的允许但不受理支票存款的申请，那无行为人力人是由法定代理人代为办理开户，只是不可以办理支票存款。那另外在外国人的方面，在台有居住所的外国人应审核合法的入境签证之外国护照或华侨的证明文件和人力部核发的外侨居留证，在台无居住所的之外国人应审核合法的入境签证之外国护照，并且亲自办理，开设新台币账户，以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所以外国人是不可以开支票存款，但也不限可以不限金融机构及户数。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因应美国之外国人账户税收遵从法，也就是我们常俗称的肥卡条款，民众到银行办理新开户之存款，应先填写声明书，说明本人是否为美国人。再来就是大陆地区的人民持有台湾居留证或台湾地区出入境许可证，可以办理新台币的存款账户，其需要亲自办理，并备有居留证、定居证，还有第二份的证明文件，可以开立除了支票存款之外的各种账户。另外在台持有旅行证之大陆地区人民只能选择一家银行开设新台币的存款账户。接下来是法人的部分，法人的部分就是公法人和公司的组织，公法人应该凭正式的公文办理开户事宜，公司组织呢则是提供公司的证明文件，如主管机关核准的登记的核准函、公司设立变更登记表或公司登记之证明书等，还有负责人的身份证，而且办理申请的银行要到经济部商业司的资讯网站去查询公司它是否真实的存在，而且登记的事项是否属实。另外在分公司的方面，其实分公司是不具法人资格的，所以不可以擅自于金融机构办理开户，那需要由总公司来出具授权书，使得申请开新台币账户，但不包括我在我国依法任取许可之外国在台的分公司。在外国法人方面，在台有住所之外国法人应凭我国主管机关核准之设立之登记证照申请银行的开户。那在台没有居住所的外国法人来说，应该由在台的代表人或代理人亲自办理。存款利率之排告应该以年利率为准，并且在营业场所揭示。所以我们常常去银行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它有一个大型的看板，或者是一个银行的电视萤幕，都会公告银行的存款利率。另外针对大额的存款之排告利率，则依新台币各类的存款及存款金额如以百万元倍数为单位，分段自由排告之利率。接下来是硬件的管理。关于硬件之留存，于银行办理存款开户时，需填具硬件卡及客户资料表。其中硬件的样式可以是签名，也可以用印章，或者是印章跟签名都合并使用。硬件的样式不限于单式，可留存两次以上。只是在硬件的留存的使用方式需要特别说明，是一式平一式还是两式一起的。另外硬件的更换，存户申请变更硬件应填具硬件变更申请表和新的硬件卡，并在申请表上之新旧硬件样式栏位
分别签名或盖章新旧印件，并注明新印件的使用日期，而且使用日期不得早于向银行申请的日期。第二个就是存款申请人变更印件应由存户本人办理。假若是印件的挂失呢，那存户之源流印件若因为遗失、灭失或被窃等情事，得以向银行申请挂失止付，并应申请印件变更，在银行没有受理存户挂失申请或还没有完成电脑登记的时候，如果存款有被人家冒领，银行是一概不负责的哦。客户资料之保密与查询，银行对于客户之存款或放款的资料，都应该负有保密的责任，并且要遵从个人资料保护法之相关规定。因为业务上得知客户之财务或其他的相关资料，应该保持缄默。如果遇到客户来电查询存款或银行往来之资讯，应该很技巧的询问客人的个人的资料，如身份证字号、生日或地址，得以佐证是否为本人，使人告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有时候接到客户的电话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告知他的身份证号的对错，而是由对方，应该由客户亲自告诉我们他的身份证号为多少。我想这个是不同的。另外，银行对于客户的资料应保护的之义务的人及客户受保密的资料范围如下：银行对于客户的资料应负保密的责任，对于银行客户资料应负保密义务之人员，包括银行的内部之各级人员，还有甚至包括银行的负责人，接受银行委托进行查核及受理委托作业或其他委任关系之外部相关人员。所谓的委托作业，就是我们经常常有委外去处理一些事务，当他接触银行客户的资料的时候，需要负保密的责任。而且客户受到保密资料的范围包括客户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还有电话、地址等基本的资料，然后账户的资料、信用的资料，甚至投资的明细，还有保险的明细，且都不可以做任何的泄露。且依本人及下列的情况或第三人的机构来查询，都不可以予以提供，除非是税务机关有正式的公文，或是因为案件的查核由侦查机关所出具的公文才可以提供。接下来我们来谈到出纳的作业。出纳的功能，其实银行的出纳是银行最基本的业务，也就是第一线的工作。我们当到银行的时候，我们往往前面的柜台就是所谓的出纳。那一般而言，新进的员工其实是从出纳开始的。那所以银行的职务出纳是为一个起始点。那出纳呢，是办理银行在于客户之间的现金的收付，还有及时支票的处理，并且和各营业部门，包括一个存款、放款、外汇、汇兑，还有会计工作等，有互相牵制的作用。出纳的主要工作职责与特性，第一个就是办理现金及票据的收付工作，还有保管；第二次就是票据的交换；第三是具备了专业知识，要辨认真假伪钞，还有票据法的一些法令规定的要领；第四个就是调拨的资金；第五就是站在银行的最前端和客户接触；第六就是银行各部门之间有密切的接触往来。那出纳制度的种类，各银行的出纳制度会适应各银行单位的业务量多寡，还有营业厅的宽窄，以及随着经济环境和电脑资讯的作业发展，可以分为九大出纳制度、小出纳制度和柜员制度。大出纳制度来说，又称为总出纳制度，是银行出纳最基本的制度，即银行全部现金之收付集中在同一个场所，即是出纳部门办理其收入和支出在同一个柜员或出纳主任，或者收款与付款分开设有经办人员，分别负责收付业务。当各部门有现金交易时，则先将现金送至出纳部门受领，再将盖妥的收付传票分送给各有关部门，依规定入账。此制度来说，不仅具有不占空间、容易管理，而且资金调度方便等优点，但内部的手续辗转、接办、客户往返各部门之间，
事实上有点耗费时间之嫌。然后小出纳制度又，小出纳制度是分为了方便客户，大出纳在繁忙部门指派若干的出纳人员设立小出纳，就近服务客户办理现金、票据之收付业务。小出纳制度随着客户之需求而设置，具有可比较机动性的服务客户以及缩短客户等候时间的优点，但必须有充分的人员还有场地可以配合，所以也有增加资金调拨的麻烦。最后就是所谓的柜员制度，银行为了提高效率并迅速完成柜台的存款付款的交易，由柜员直接办理现金交付，一次完成一项或多项不同的交易，如各项的存款、提款、汇款或代收代付等，以及支票的业务，使客户免于各部门之间的转换制度，称为柜员制度。由于柜员制度的服务比较迅速，又减少过，但是又缺少过去传统的付点制度，相对在柜员的错误风险提高，故担任柜员的支行员应该要选择头脑比较清晰、业务而且要熟悉且能力较佳为宜。在柜员制度下的柜员的职务，柜员第一个是柜员应以本身经办的业务接待客户，同时办理现金之及票据之收付。第二，柜员所经办之业务不限于单项，视其量之多寡可以随时调整。三是柜员应随时留意资金的多寡，对于经营现金超过现金收付权限之最高限额时，应随时结缴与出纳主任。柜台业务来看，柜台人员应注意事项，第一个是柜台员常在柜台与客户之间做第一线的接触，所以要特别注意柜台员应该注意服装仪容，面对客户时态度要亲切。那对于再来就是柜员对于本身所经营的现金票据负有绝对的责任，所以无论是收款或点收现钞，必须加盖私章以表明责任，故需时提高警觉，谨慎的保管私章。所以如果在用餐或因为其他的事务离开工作岗位时，应将私章及收付款章随身携带或锁在抽屉里面，不可以任意留置在柜台或办公桌上，以避免遭窃而受到无谓的损失。而且现金箱也应该要加锁，以确保安全。另外，柜台人员也要特别注意跟客户之间及其他闲杂人等不可以随意进出柜台的操作区域。再来就是负责现金办理收付之柜台人员，对于本人之存提的款项，应该交由其他同事来处理，予以回避。再来，柜员应严禁私自保管客户的硬件、存折、以盖章之空白取条，还有金融卡等凭证文件。如遇到客户遗留硬件、存折、以盖章之空白取条等凭证文件，应设部登记，交由指定的人员妥善保管。收款业务应注意的事项，应注意传票上的记载，如账号、户名、日期、金额之大小写是否有填列错误或遗漏，账号、户名、金额如果有涂改，应该请客户重新填写。那收付的现钞应该先点大钞，再点细数，并且要予以重复复点，注意是否有变钞或伪钞的情形。那经要受理之存款存入之后，无论金额之多少，那没有经过有关的程序办理，付款者不得因客户之要求禁止退还全部或部分的金额。这也就是说，有时候客户把存款存入了，我们已经做完之后，那客户有时候常会讲说，我刚刚存的其实是多存的，我希望拿回来，那要要求客户重新写传票，重新开始以做提醒的动作。再来就是受理的每笔交易均应在柜台面对客户办理，而且当面点收券钞，当有发现短逾传票金额的时候，应该立刻退还客户本人，或请补齐差额，亦或者洽请客户重新填写传票。对于数目之计算，应该用计算机或是算盘，不要让以为自己的心算比较厉害，然后用心算，
因为在忙中之间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发生，所以这也应该要特别的注意。付款业务应注意的事项：第一，在付款时应审核传票上之金额记载及内容有无涂改、变造或伪造，如有上述任意情形，则不可以付款。客户提领时，若逾越柜员之授权额度之后，应登记账后，然后将付款凭证付予复核主管或者是出纳主管复核。依洗钱防治法之相关规定，客户一次提领之现金达到新台币50万以上之交易，包括同时提领之数笔金额合计达到新台币50万以上时，或一次洗钱，需由柜员确认客户的身份，并将提领金额、户名、还有提领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字号都登录备查。在这个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常常客户有时候为了方便，他会跟柜员讲：“那我这笔实际上是转账，但是他要求柜员要做现金的一个提领，然后再做现金的存入。”那这个时候也需要把资料登录在部门当中以做记录。那付出之款项应确认是否是支付传票所记载的金额相符。那收受票据的时候应注意的事项：收受票据应注意票据上记载之法定要项是否齐全。客户存入之票据应请客户在背面填写户名和账号。凡是尚未到期付款之票据或记载收款人，但未经收款人备注之票据，不可以提出交换。对于客户存入的票据，应先核对票据上必要记载事项，验印，再办理登账和转账。最后，我们来介绍国内汇兑和电子银行。一、国内汇兑，汇兑的意义就是在异地资金之间的给付和收受者，不以现金的输送，而是凭银行之间的信用，透过联行或同业之间的款项的划拨，完全资金的收受。等方式，银行经营汇兑业务亦可以调节各地的资金，使客户避免现金运送的风险和不便，不仅安全叙述，也可以省时省事。汇兑的种类有三种，一个就是票汇，所谓俗称的就是滴滴，再来就是信汇，也就是俗称的 MT， 再来是电汇，也就是一般的 TCN。 但由于资讯网络的发达，银行的作业系统也全面的电脑化，原有的票汇已经改为签发本行的支票，而信汇和电汇全部改用通收存款等处理，即客户填具银行存款的凭条，就可以将款项借由银行全行之电脑连线直接存入收款的账户。因此实务上办理国内汇兑业务现在只有跨行汇款一项而已。为使洗钱防治法作业更趋严谨和打击犯罪，并促使汇款客户流程资料，以利金融机构认识客户，金管会规定金融机构办理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之国内现金汇款以及新台币30,000元以上国内的转账汇款，应该依下列的原则办理。一是金融机构受理临柜汇款案件，应留存存汇款人的姓名、身份证字号或及电话也和地址等资料，如为代理人办理者，也相同的需要在汇款书上加注代理人的姓名、身份证字号。那金融机构应该要求汇款人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并核对汇款人之身份与汇款人申请书填写资料是否相符。再来，我们谈到电子银行的业务。电子银行系指银行和客户之间运用网际网路，就是 Internet 或者是通讯网路，如电话、语音，客户不需要到银行的柜台办理，即可以直接透过网路使用银行所提供之各项金融服务。电子银行让银行服务范围不再局限银行内部，而甚至扩大至家中、公司，甚至是可稀释的电子载具关系，而伴随着客户到达任何的地方，服务的时间也扩展到24小时，全天候的提供服务。银行现在的电子银行业大致包括自动化服务、电话语音，就网络 ATM
网络银行及行动银行。自动化服务就是银行目前不仅是在分行所在地、超商、百货公司、车站，或者因应大型公司的需求，银行也会设置自动柜员提款机，提供客户方便的使用。那电话语音就是客户可以向开户的银行申请，利用电话语音系统操作账户余额查询、转账、缴款、预约转账，还有各种利率、汇率的查询功能。至于网络 ATM， 就是指客户要自己自备读卡机和提款卡，以电脑连线开户银行的网页，不需要到银行即可以申请办理各项的金融服务，如余额查询、自行或是跨行的转账、约定或非约定的转账。那网络银行就是指客户利用电脑网际网络和电脑连线，这个功能其实和网络 ATM 的是同样的，无需到柜台去办理，即可以使用银行所提供的各项金融服务。再来就是现在比较新的，就是行动银行，也就是客户利用行动载具，如智慧型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等有上网功能，客户先用行动载具下载各银行的 APP， 借此使用银行所提供之网络银行的部分功能。行动银行让客户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银行的服务，也让金融服务更加的便利。零存整付和整存整付都是定期存款之中的一种。那其中零存整付就是每月存入一笔固定之资金，那到期时银行连同利息支付给客户；而整存整付就是在办理定存时一次存入存款，到期日银行连同本金和利息一次支付给客户。我认为在一般的小资主要存入第一桶金，刚开始可以向银行办理零存整付，每月强迫自己存入一笔固定的金额，等到到期日的时候可以领回利息和本金，再向银行办理整存整付，这样一来就可以早日达到自己存款的目的了。目前金管会还没有核准银行在网络银行中办理贷款，但可以申请向银行申请网络银行中买卖基金。然而由于网络银行的性质，所以没有特地的理财专员服务哦。若需要有理财专员提供建议，还是要回到分行。另外各银行为了保护客户的存款，避免损失，所以都致力于网络安全机制的建制。而客户本身，我建议的是除了电脑本身的防毒软体以外，每三个月或至少半年应该定期的变更网络银行的密码，而且避免使用跟生日或身份证字号为密码，以确保安全。这一讲介绍了银行的存款业务，将告一段落。下一次我们将介绍银行的票据业务，欢迎下回按时收看，再会。